又带着我姑娘来万达了，咱们先去吃点饭呗。行，把口罩戴上，吃完饭妈妈再领你玩啊。走。要不说大人一定要讲信用，答应过孩子的事儿一定要办到。我之前就说带他哪天来万达玩，上那个游乐场。哎呀妈，说了多长时间了？说了差不多是2022年。哎呀妈呀，去年说的事儿了没完成，昨天晚上在被窝哭了，说我答应他的事儿没做到。哎呀，进来就暖和了，外边太冷了。想啥呢？你想一会儿咋玩？我的妈呀！点了一碗辣的米粉，一个熏肉大饼，给我姑娘点了一个不辣的。吃饱饱的再带你玩啊！嗯、全部吃光光，这孩子等不及了，咋一劲吹呀？上哪儿呀？上大门家。吃饱了吗？这个急呀、啊！一来就抓娃娃。我这是个跟班的。又拎包又拿衣服的，他都能抓到娃娃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战利品。在这边抓到的、啊，抓啥的？再抓一个。这个。你真是运气啊，姑娘！第二个战利品。特别好奇有没有人得到过这么大的娃娃。妈妈，我想试一下。那你试吧。哎呀，没出手呢。难不难？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70个币子没了。玩开心了吗？开心了。两个战利品也行了哈，70个币子买俩娃娃。来干个杯，结束今天的游乐场之旅，我带你完成答应你的事儿了啊。